我们去把那个昨天晚上回来把车停小树林里了，我们去把车挪出来去。现在8点了，正好也不限号了。再买点那个口罩，口罩没了。超市卖的有口罩吗？看看应该有吧，这边有个药店，药店里也有。走吧，关灯。好。哦。走吧，关吧，关没事。我来关，我来关。好，看这三个的影子，好苍呀！好苍呀！这你要是不开出去，反正我走这天不亮，我害怕。昨天我送外卖的时候，最后一单，送那个比这小树林还吓人呢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走好远，越走我也感觉后背发凉。后背发凉是冻的了，不是冻的。你这我一直在想啥，知道不？嗯。我一直在想，这到底是不是人点的呀？乖乖。别讲了，别讲了，吓人！别说话了。我都感觉这是。别讲了。我走了俩2公里。别讲了，别讲。吓死人。嗯，就吓毁了叫我。别讲了，到时候走才害怕呢，我跟你说。那到底有四十点的不是？是的呀，到底有。走好远，这边走好远，穿过一个树林子，就前面几栋房子，你知道吧？估计你送完之后，那几栋房子都消失了。不是，那叫人那个送饭时候的，他你咋过来的？他你是不是走那个小路过来的？我嗯，他你给我胆大的。他这边有大路，我来导航没导，我第一次来。他你回去是走大路。我行。这吓人。这啥没有？慢点。看没有，人突然出来个人，真害怕。我跟你说，不管是人是啥吧，突然出来一个真吓人。那个小路比这吓人多了。这空调开着没？开着了，你得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暖和。明儿给你放天假。你得放假干嘛呀？啥放假干嘛？是个机器，它有歇着的时候。明天正好多多不是礼拜六了吗？明天他正好不用去托管了，叫他。然后你正好也给家里歇一天。你看明天如果多多送学校吧，他还得付一天的托管费。然后你就是跑一中午回来了，礼拜六正好你那单也不多，你再交交托管费还不划算的。正好你给家里也歇一天啊，知道没有？必须休息明天。我早上的话都早点出去，然后晚上我早点回来。休息没有钱啊，休息。我给你挣。我跑滴滴养你。这是大家老喜欢说的一句话，说我老公不用上班了，可可以跑滴滴养他。明天我就跑滴滴养你啊。看情况。别看情况了，明天休都休。歇一天号的再干，因为你昨天跑到12点多，回来都12点多了吗？嗯。12点多，结果又跑一天。跑到12点多也没跑出钱。这你要是一想年头里一直干的话，你不能这样跑，受不了这样。歇一天吧，歇一天号的干，后天再号的干，正好多多让多多也给家里歇两天，因为多多2个礼拜都没有休息过了，一直都是在学校托管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，不要再说话了，不要翻模。快点，人家马上都下班了。走，快点。哎，干啥？喝汤。能吃没拿啊？吃拿啥的？你爸爸没拿啊？欢迎欢迎。那门口那。大金桌子弄了呀！别收了，你买单。别收了，走，直接去那吧，别闲逛了，直接去那去买牙膏，给那个。哎，啤酒的便宜吧？嗯，走，快点，别瞎看了，马上都关门了，还有4分钟。